们现在有千层了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要移动到枫木城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枫木城嘛，那我移给你看，我移给你看，它有日常 bug 的感觉。你看，他把我移到外面来，你要说进不去，等于是不给进哎、欸，大家都知道都不会进哎、欸。王主哦，没有王主要有经济吧？我记得是没错是经济啊。我刚为了以防万一什么阿萨布隆管的来了，不要讲人家比较帅，等一下又有赤膊。像我就直接就推出来了，好吧，顺便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奇岩城。有看过奇岩城的按 A， 没看过按 B， 请投票。有看过奇岩城按 A， 没办法的话，请按 B， 请投票。这边城堡地间哦，这边是突袭的管理者啊。如果你按下去，基本上干应该就很爽哦，就自己进去单挑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看一下，仓库管理员、杂货店，这因为我是从别的盟换过来的，所以暂时这边是没有那个的。哎，有人看过，有人没看过是？好，带大家看一下。魔法卷轴商人，回复神女。这边三个的，它的这个内层移动传送点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内层。那其他的话我就不用看了，这个我过不去，因为我们有枫木加上那个奇岩，那肯特跟那个不能进去。哦，但是枫木的话只能进去到门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这是奇岩村庄的传送师。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很重要吗？登机。啊，你在意等级是还是怎么样？我看不太懂你的意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而且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我猛的吗？连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但我的等级，除非我开台，不然对啊，怎么会知道嘞？然后我来试试看这个楼梯可不可以上去哦。哎、欸，不能上，哎、欸，不能上。城堡三趴好佛，我这边我是在那个冥王的，然后这边城堡地间哦。这边怪算还不错，我进来看过一下。可以看一下经验值。六万四哦，你没看错，六万四哦，很厉害哦。好，我开始装攻击装了。哦，这边其实还蛮好练功的啦，这边还蛮好练功的，因为我们一起守护冥王奇岩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那你怎么会把我们盟里面的事情去讲出来，也蛮奇怪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很像你怎么会去跟人家讲说什么，例如说谁的武防装备是什么干嘛，蛮怪的，比一般地间经验值还多，对啊，然后这个不是只有一楼、哦。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还可以飞来这边。我飞过去带给大家看一下。那、啊、看你的武防吧，我166，他们打我就还好，不太痛。卡住。OK。好，接下来来到这个二楼的部分哦，奇岩地间二楼，进去。进去二楼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再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什么？有人在这边练功了？按在地上骑，那应该是骑士。打我是都还好啦，
那我机体还算可以啊。干这么难飞吗，兄弟？对吧？都没有人呢、欸，这边干。我跟你讲，我讲句实在话，法师竟然干超爽的，对吧？火风暴尬了我爽，真的。刚才鬼怪呀，这爽哎、欸！怪物真的是爽打哎、欸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咕叽咕叽，咕叽咕叽。然后你看这是被动的，有没有？你自己看主动跟被动的。啊，这只这个贪婪的战士是主动的。OK， 我们找一个点卡在这边打，我看看、欸。我们要不要去四楼啊？我去四楼看看啊。打一次估计给大家看。估计只有58,哎，估计的经验值只有58哦，有宝吗？什么？哎，强化什么战斗卷啊，龙珠什么？其他我不太确定哎，因为不花钱好看，谢谢，没有出介绍，应该是给有承蒙的人玩吧，对啊，他这好像没忘记有没有特别写、欸，哇，这边更爽，这边是最四楼，好，直接挂在这边试试看，我们直接挂在这边测试啊，一只64,哎、欸，刚才一只怎么做5万呢？这是被人家打过、啊。后期对我来讲还好啦，不是很痛啊，对不对？爽挂，真的爽挂。有蓝布是不是？哦，感谢。而且这边可以挂6小时，所以假设你有跟其他盟在打架的时候，来这边6个小时可以让你用，我觉得很好用，我觉得超好用的。叫咪咪带打是不是？这次这么大只，咪咪怎么打赢的、啊？OK 了哈，好，这是奇岩城堡跟的内部设施跟奇岩地间的介绍，供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金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宝物的话，我有打到的话再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我目前不确定会有什么是比较稀有。目前观众有人讲说有红布啊，有没有祝顺？好，供大家参考一下哈。